你看他在这打了一下午的塞尔达，我就想看个郭德纲，他不我现在让。不看郭德纲打，哎，你看郭德纲打，别玩这个了。我是打完了，打我了一局。要用这个电视看郭德我也要用纲，电视看郭德纲我打。就要郭德纲。我寻思真不郭德纲打，孩子搁着呢，我躺里头睡着了。我现在，我跟你说，3分钟之内，我要郭德纲出现在我的电视屏幕上。我把这个任务过完了，我就给你打。我都跑到这儿了。快点，郭德纲，我给你关了。你等一下。给俺妈不给关。你喝那啥？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任务做完？10分钟，就10分钟。好，我从现在开始定一个11分钟的闹铃。当这个闹铃响起时，我希望郭德纲和于谦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不可以？大声的答应我，可不可以？嗯，